凡是神经两骨炎是一种自体免疫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炎的罕见疾病，严重的时不随诶未发到叮当，为着要精准治疗，健保署伫今仔日已经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会将两项单株抗体生物剂诶药品加入健保给付，按算有121个病人会当受惠，每一个人一年就会当省250万的医药费，啊，若健保当年会增加2.5亿的支出。就是这两种新的单株抗体生物剂可以用来治疗丢丢患神经脊髓炎患者，因为临床试验证实比较传统的口服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所以健保署宣布为10月初起纳入健保给付项目，在临床实证上显著的降低它的复发率约70%到90%，因为具有给付的效益，因此获得共理会议代表们的同意。健保署表示，患是神经脊髓炎，是一种自体免疫造成的中枢神经系统发炎的罕见疾病，会对视神经脊髓和脑干造成损伤。病友急性发作时，会出现视力恶化、肢体无力、半睡、甲排尿困难，或是细菌等问题。那常常一直发作，恐惊会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增加长期照护需求。单株抗体的研究看起来，大概5年之内的复发率可以降到剩大概30%左右。每次复发对病人来讲都是一个新的症状、新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负担。那根据健保署统计，新药入健保给付了后，有够有121位朋友受益，平均每一个人一年的药费大约会当省250万，健保当年支付大约2.5亿。健保署强调，今年目标希望在有限的资源之下，积极向厂商争取上合理的绩效，将有临床证实和给付效益的药品优先纳入给付，造福更加侪病人。记者综合报道。